36岁，张钧甯同框37岁，薛凯琪。网友打真脸和天然脸根本没法比。36岁，张钧甯同框37岁，薛凯琪。网友打真脸和天然脸根本没法比。最近由张钧甯主演的电影《闺蜜二》电影即将上映，剧中美女众多，观众们又可以大饱眼福，观赏一场比美大秀了。同时主演张钧甯与薛凯琪二人同框，俩人年纪相近，不知谁是不老容颜呢。张钧甯、陈意涵、薛凯琪三人坐在百花前，个个笑靥如花，美如天仙，三人盘腿而坐，看得出关系一定是很好哦。好闺蜜身材也都很消瘦呢。张钧甯站在三人中间，穿出一身黑色衣服，十分显消瘦，黑色双排扣礼服上衣简单大气，半露香肩也是赤裸裸的诱惑，很是性感呢。薛凯琪长发飘飘，一看就是女神级级别的人物，穿着一袭白色抹胸连衣裙，露出香肩很是美腻，纯白色礼裙像贞洁白衬托出皮肤白如凝脂，很是让人羡慕啊。36岁，张钧甯同框37岁，薛凯琪，真女神与伪女神站在一起简直一目了然，网友打真脸和天然脸根本没法比。两人衣品谁更好呢？薛凯琪披住一头长发，看上去很是温柔，身穿住一套灰色蕾丝边公主裙，胸口的蝴蝶结以及裙摆处的白色蕾丝边处处显示温柔可爱之色，软萌妹子的形象就出现在眼前了。凯琪一改往日黑长直的形象，一头爆炸发型透露出些许韧性，身上则穿住一件灰蓝是花边长衬衫，外面搭配一件灰色格子长裙，一身打扮看似甜美温柔，其实还是隐藏住一些小叛逆。张钧甯一件渐变色皮草短裙十分高贵大气，褐色也十分衬肤，外面披住的一件嫩粉色大衣更是透露出女王的霸气与性感妩媚，再加上一双水晶高跟鞋简直完美。张钧甯穿住一袭白色假两件高开叉长裙，端庄典雅站在镜头前，一身白色礼裙凸显身材，高挑纤细简直比专业模特的身材都要好呢。高开若隐若现的一双大长腿十分诱人。张钧甯身穿一件换色无袖连衣裙，夸张的配色以及花纹透露出性格胆大与洒脱，外面则披住一件红棕色皮大衣，更是帅气潇洒了，一身着装十分新颖前卫，